大家好呀，我是雨小弯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做一块绿的小蛙。难道这关的难度会很容易吗？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好的，这关卡一进来就结束了呀，这也太迅速了吧。根本就是没有一点难度呀，可是为啥我好像也没有一点快乐的感觉呢？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来玩一下另外一个关卡吧。这一关的名字是这个套路倭瓜。啊，这又来套路倭瓜了是吧？倭瓜表示已经被套路麻了。一个字，绝。果然呀。这一关就是将近一整排的魔瓜，再加上最后面的鱼钩草了。这一关最主要的玩法就是在右边放一个僵尸，然后让对面的鱼钩草给勾过来，然后这鱼钩草把僵尸扔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一整排的魔瓜全部给套路完了。就像这样，我们直接每一排放一个僵尸就行了。啊，死鬼！嗨，这普通僵尸也太脆了吧，直接就被鱼钩草给干掉了。只套路到了前面三个魔瓜，根本就没有套路到后边的，只能再放一个更弱一点的路障僵尸了。然后我们再放几个厉害的僵尸，把最后面的鱼钩草给干掉。成功通关啦！套路倭瓜成功。